我让你慢点歇。来摘蔬菜了。Hello，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湘妹洋子。今天跟老爸我们来地里面摘蔬菜啦，口罩都要戴好，好热。我这个口罩会比较闷一些，之前跟老爸让他戴这个口罩，他不愿意，然后这个口罩戴了他出不过来气。我们这里已经Zhangjiajie全市人民都已经居家隔离了。我们刚才就是上不了这个上面的路面，我们的车子只能在我们自己的那个很小很小的社区的范围里面开动一下。其他的菜地好多有个栽的茄子那个菜地就直接开不到边了，等会儿要走路过去。现在路上在跑的车辆他们都是有证件的，而且核酸检测过没有问题的，还不只是检测一次，应该是检测了三次没有问题，如果是阴性的话，还有健康码也是绿色的，他们才可以在路上通行，还有家也有通行证，如果这三个条件都不符合的话你就上不了路。像我们就只有绿码，但是没有其他两个通行证，没有通行证和核酸阴性检测的纸质证明，我们就上不了路。这我们套种的豇豆今天把它全摘了，因为从昨天开始老爸已经接到好几个订单了，他们然后菜呢也是我们的社区人员帮我们居民去采购，有些居民可能觉得采购那个菜也是外地菜，味道不是特别好，所以就会给我爸爸打电话让他给他们送点菜，所以我们今天就过来摘菜了。这一波的豇豆就是我们套种在四季豆里面的豇豆，因为温度有点高，它没有春季时候播种的豇豆产量高品质好，还是天气太热了，天气太热就不太适合蔬菜生长。青豇豆，这个是今年春分的时候种的豇豆，还没有完全死，还有个别的还挂了果子。由于我们现在也出不去呢，所以我们市区的顾客也有个别的给老爸打电话让他给他送菜，我们实在是爱莫能助呀，出不去。因为本地人还是更喜欢吃本地蔬菜，本地蔬菜更好吃一些，他天天吃的，如果突然吃超市里面的蔬菜他会觉得可能不是那么好吃，但是现在这种关键时期大家就忍一忍吧。四五斤不是四五斤。每样才十五斤哈。哦，还不小心说的不是听不得很。嗯，不挑的。不挑的哈。本身这个季节的菜就不是特别的高产，你像春分种的有很多蔬菜都已经开始到收尾的阶段了。这是春上种的四季豆，你看看，都已经干枯了。这里面的种子硬邦邦，硬邦邦的，这种种子又不好，我们不会自留种的，凡是在我们这种子店能够买到的种子我们家基本上都是买的种子，不会自留种。但是有一些像葫芦瓜我们这里种子店是没有的，还有菱角丝瓜我们就会自留种。以前每次到这块菜地的时候就特别头疼，因为前面那条子午西路车来车往，噪音特别大，然后你看看今天一点噪音都没有，感觉整个世界就突然安静下来了，整个Zhangjiajie就被按下了暂停键，现在所有人都在居家隔离，大家也都非常积极的配合，没有人闹矛盾，这种特殊时期还是比较团结的。特别是这个新冠疫情啊，从好几年前两年多的时间，很多国家的人民都在跟这个病毒做斗争，几乎已经变成了一种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了，所以全球人民面对这样一场病毒灾难的时候，不光是我们这么一个小地方大家要团结起来，我觉得全球的人民都要团结起来，该做好防护的做好防护，早日战胜病毒。如果实在是战胜不了它的话，那就把自己防护好保护好，把它拒之于千里之外。
这个是我们的第二批黄瓜，有几根，这几根是套种在四季豆里面的，还有苦瓜。今年还好一点啊，刚开始疫情开始爆发的时候，我们家的菜都是在菜地里面烂掉的。那次疫情爆发的时候，虽然只有一两个外地输入型的患者，但是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封闭了景区业务，然后关停了所有的娱乐和地下购物的公共场所。这次其实也是一样，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关停了这种娱乐呀，还有公共的场所。上次疫情做全面戒严的时候，我们家的蔬菜那时候在大概刚过春节前和春节后两三个月的时间，那几个月的时间也是全部居家隔离不能出来，所以我们家的菜就是在菜地里面烂掉的。这次好一点，这次我们的菜有很多人订购。前年是菜场上难玩的，前年没有人买，因为秋冬季的蔬菜很好种，基本上村民里面都会种点像萝卜白菜呀，所以他们就不会处于缺菜的状态。但是春季的菜，春夏季的菜特别难种，黄瓜、茄子、辣椒、西红柿一般人是种不好的。而且这个阶段是一个青黄不接的阶段，因为春季的有一些蔬菜，第一波的蔬菜已经过季了，过世了，那么有很多村民呢，他不会再补种第二季，因此这个阶段他们就没菜吃，他要等到秋季的时候才开始种秋冬季的蔬菜。黄瓜，而我们你看，我们摘的豇豆和黄瓜都是第二波黄瓜和豇豆，它都不是第一波，第一波的都早就没有了。这第二波苦块的整个绿绿的黄瓜哈，这黄瓜就摆着哈，就厚。今年这个黄瓜还行，不错，这第二波，看。好看吧，漂亮吧，咦，一摘下来就闻到黄瓜的香味，多好呀。先打的一样，那不想买请萝卜拆上。老爸说我们家的菜也有被人光临的迹象，前两天他说豇豆本来长得还蛮多的，他来的时候就少了好多了。这是一袋子黄瓜，还有一背篓的豇豆。这是豇豆，你多少？我们是开车来的，前方我们就过不去，被设置关卡了。现在再去摘苦瓜，我们全程口罩都不会拆开的，直到回家才会拆开，因为在路上还有车上它也还是有风险的。